On Friday, five nominated sites of migratory bird sanctuaries along the Yellow Sea Bohai Gulf Coast in China were successfully added to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This includes Chongming Dongt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making it the first such site in Shanghai to be included in th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List. 换眼看这个全球，这个其实国际大都市，游文化遗产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自然遗产确实是不多。这也是这个对我们保护期成立二十多年来的保护管理工作的一种肯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16年的时候，就发现有60多只的小天鹅在我们保护期里面越冬，我们最高峰达到了2900只。 东方白冠，我们17年的时候是保护期的最高纪录是10只。去年的时候，我们达到了70只。全球黑点琵鹭的数量不足7000只，东南保护区去年我们一次性发现了170只。最重要的可能是还是要加强保护，让更多的鸟类在东滩找到它适宜的一个栖息环境。我们还要加强这个科研监测，加强这个以社区的合作，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保护区的保护管理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我们的生态保护的成果。